一般的啦，对你说。哦，一般的苦瓜啦。苦瓜黄色的。不是绿皮的。一般的啦。啊，一般。白玉苦瓜。正的瓜，正的甜，白玉苦瓜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棵树哈，这一棵树，这个全省现在到处都有的哈，这个叫做油桐，嗯，这一棵大概第二年而已，两年就可以长这么高了，嗯，哎，所以也奇怪就爬，嗯，第三年就开花，嗯，所以叫做三年桐。梯田也是有地籍啊，就是从哪里到哪里是这样。它其实你说的地籍啊，不然怎么知道这一块是谁的？多大这一？当然有啊，谁的？你看那个田有在耕作的啊，然后上面是种建筑的，嗯，那个就是因为我的要耕作，你的不耕作，你种建筑啊，就是都有分。嗯，那我们从这里看哦，这里是看百年梯田最佳的位置，就是这里哦。